小王，赶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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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拿，先吃药。赵哥，我有一点够我吗？啊，不行啊，我怎么抱你？不行啊，不不不行啊，不行啊，你不行啊，赶快床上比较舒服一点，好不好？对，不可以。赵哥，你在陪我一下啊？不不不不不，你赶快找一下药了，好不好？哎呦，等一下，到底在闹什么啦？是哪一出的？你是赵哥吗？哎，对，是，我是赵哥。 粉丝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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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可以跟你合照吗？拍照，好，可以啊。哎，怎么拍？我想要，我看一下哦。我想用你拍一个，就比较亲密一点。没没没，拍照就好，没有，不用亲密，好不好？是哦。以退为进哦。拍照，那怎么拍？拍一个普通的，就是很常大家都会有的这个手势。我爱心，爱心，好，好，来。 这个脸还是觉得很好笑。赵哥，你的手先这样。嗯嗯嗯。这张开一点。张开一点。要直一点。对，要斜一点。斜一点。这样。哦。这张照片也还不错。好，那我怎么画？等一下，我昨天有看你那个剧啊，就是《国际桥牌12》，你在里面。哦，你有拍那个？有。 这是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有点低血糖的感觉。那现场，我打电话叫你一脚吧。可是赵哥，你可以扶我上去。不行啊，不行啊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你这样子我不好意思了，大姐。不是啦，哎，小花，小花。赵哥问号。好了，哎，哦哦哦，你确定你手上有东西哈？有药可以拿哈。啊，等等，我扶你，我扶你，我扶你。 小花，小花，还好吗？嗯，你还好吗？小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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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
聊。那女的太怪了。没有，因为小花还有续集，续集之后他赶快跑去找绿茶，绿茶，等一下，绿茶，我要找那个小光，我要找小光。来来看我品。我讲哦，女演员的演技太烂啊。也许也不是不一定是演技了，我在想说这个赵哥啊，应该是。非常的忠厚老实，或者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啊，所以他不会被色诱。果然担任了26年的检察官，看人都不清楚。我是说，在这个影片里面，影片里面，对对对，那看起来呢，他是没有被仙人跳诈骗，对，否则的话呢，不要说身败名裂，我看他一直在跟你这边。我要求你给钱呐，对了，然后呢，给你偷拍啦。啊，资讯报告，资讯报告，新的资讯 ，Stanley 要注意。哎呦，好吧，好 ，OK 啊，有一种女生，笔记，莫名其妙就出现在你生活当中，就出现喽，来了一个正妹，啊，她也来喽。然后两个聊得很开心哦，也约出来哦，然后也来了这么一下，是，人家说一夜夫妻百事恩嘛，跟你要个。5000、10000，你就给，小的开始，对，到最后50000，到你最后忍不住不要了，然后他这个客户就画上一个叉，在机房里面，电脑机房里面这一个人就画一个叉，就说他没有利用价值，用完了。然后那个电脑机房，我刚刚也给制作人看过了，机房里面呢，总共有几万只的电话。不断在拿这个电话，
刚刚有看过，每一次滴滴滴滴滴滴，啊，这么惊人，哎，什么行业啊？哇，所以你看，这叫做爱情交友诈骗，嗯，call客诈骗，对，call客诈骗，call客诈骗。